嗨，香港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又来啦。我们现在呢要开始做新年的卡片给大家啦。因为新年的时候呢，会有什么？新年的时候最棒的会是什么？年兽，年兽没有错。所以我们年兽是最棒的。新年会有什么年兽？年兽，等一下。我们要用什么来吓跑年兽呢？鞭炮，鞭炮，没有。Yeah. 我们不是用阿福吓跑年兽的吗？基本上呢，我们平常都是用阿福吓跑年兽的。看不到我，但是呢，因为今天呢，我们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节日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用等一下你不会就这样放鞭炮，然后呢，来表达一下我们对大家的一个，你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很酷的，你知道？是吗？什么？什么？知道什么？到底知道什么？跟大家一起庆祝新年的那种感觉，知道吧？现在呢，这个鞭炮呢，即将呢就要完成了。是的，没有。所谓炮竹一声响，炮竹就碎，没有点火。但重点是点火的时候，火在哪呢？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上面是都不是。对，这个。这个是我吗？没有，他主讲要煮花。然后呢，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呢？因为这就是我们台湾传统的龙珠炮。不，对。但是我们擅长的是连珠炮。对。你看这个，哇，超酷的。小时候，这就是当那个，我记得这就是当那个嘉凯呢考上国立政治大学的时候，他们家门口挂的就是这一串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可是没有点燃过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对，然后地上怎么有落叶？少在那边呐！落叶，少在那边，少在那边呐！就是要用上啊。掉了，没有，老师你看不到，要有一点点的那个层次，你知道叫什么？什么东西？要有层次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对，你知道，可是嘉凯都没什么层次，嘉凯本身是一个没有什么层次的，但是无所谓，你知道，因为我们并不 care 他 ，OK？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呢，墨镜底下你是如何连珠炮？新年之外呢，新年一定要用什么颜色的来写新年这个字呢？就是一定要用黑色，都是毛笔写啊。这个负责写新年的人呢，就交给别人啦。那负责我是负责来画另外一样东西的，那就是呢，天高什么？还有什么呢？鱼，当然是不可或缺的春联。你要写那个？没有错，是春联啊。哇，厉害啊！我才经过抽的。对啊，我不会写。窗帘不正，没关系，我窗帘不正没关系，窗帘人正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是说你这个贵妃很正吗？对，真的啊。看一下啊，就是那个宝，一个宝咯，才子花狗。哦，财仙啊，我会写啊，你会写？但我不想写。我们现在可以来写一下福好吗？拜托，好，我们要写福，但是要照着写，所以阿福要这样写。你要叫阿福写？对啊，因为阿福写啊。因为他是阿福啊，要黑色写吗？随便你，你喜欢一个。哦，我会写耶。然后那我们等下再画一个春联好了。我可以在夏天再画一个春联，然后写招财进宝。哎，你要那种连着边的那一种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好难。连着边。其实我真的不会，我可以单纯。你前面两个都连着边啊，这个也要连着边。阿福，我会倒着写耶。完全倒着写，然后横，完全不用这个倒颠倒过来吗？这有什么难的吗？我信你知道，福福德，富富德什么？这没有了，所以就没有了。我想要再送一个小的，你走开，年终有年，你走开。好，让我帮你。而这样可以成功的那个福可以连到那个线。哎，哦哦，你看这像不像棒球？是这样写吗？哎，对，这样写吗？我其实我。看起来很像，我应该对吧？是上面那个吧？是上面，好像不是这个，是上面那个吧？是下面那个，我记得是上面那个。
可是上面那个背在这边呢、啊。哦，可是这顺序，哎，对哈、哦，对了对了，是这样子。能写出来就很厉害，这是一艘船呐、啊，然后招财进宝，应该是吧、啊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。很酷吗？这样子粘上来、啊。对啊，我们不把不要，我们做成立体的，立体的蛮酷的、啊。好了，该你了，该你写那个招财进宝。他不要嘞！你刚刚不是练半天，我只是说是不是这样写而已。写一下嘛，哎呀，这是为了大家好。这样写吗？对啊，是这样写。绿的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好奇怪啊！那样什么？是绿。紫的或黑的吧，黑的也可以啦，但是已经有很多紫的了，紫的，对啊，就紫的才怪吧，紫的就在紫的在中心，他写在哪里啊？是帝王的贵姓，那你要再画一个春联呢？不用再画春联啦、啊、哦，要用春联。那我要倒着写吗？哦，请，这样就没有招财金宝了吧？招财金宝，招财金包，这样就好了。你就想吃包子、啊，真的，来吧。哎呀，哎，怎么比较扁？哦、这支笔跟你的大腿一样粗、啊，真的好棒、哦，好酷哦！他用黑色，我用紫色，不会很怪吗？啊，也可以。那你用黑色啊？来不及了。下次讲话可以早点讲。你现在补黑色还可以啊，你盖掉它就好了。哎，好好笑，这支比较帅。你确定吗？你刚刚签名就用这支？你刚才是用这支？你哪一支都分不清楚。真的？他在倒写。真的倒着写，这就是所谓的只要一个字错就完了。哎，彩也到了。哇、哦，好危险，好危险哦！没关系的，有。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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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了。为什么要倒着写呢？因为倒着写再反过来看，就会发现很像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写的字。很酷吧？很酷啊，很酷啊！我小时候写字，我们马上讲很酷啊！我小时候写字是跟飞一样，也没有这么正。OK， 好了，那大家觉得这样子一个简简单单的事，是不是缺少了什么呢？没有错，就是苏打绿的签名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签名吧。关羽，你要画什么？再画一个吧。没有了，没有什么好画的。好，再画一个的话呢，就画金元宝，交给你。我不要画金元宝了，你又在涂色。交给心仪好了，心仪画金元宝。金元宝，金元宝，金元宝怎么画、啊？哎，好了，还是我来画一下好了。你画吧。金元宝是不是年年有余啊？我要画在。我的鱼会整的有点像金元宝。金元宝啊，我会折啦。金元宝，我会花啦。你们这好像荷包蛋哦、喔，不是很像哎、欸。这个飞碟吧，飞碟牛仔帽吧，这边飞过去，牛仔帽飞台，为什么总是有飞碟呢？为什么总是有飞碟？要快，对吧？旁边默默说一句要快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刚刚好像不要画比较好看哎、欸。对啊，但没关系，而且为什么今天把用颠倒？哦，没有，对不起，小薇。小薇，我基本上觉得那好像晒了。画歪了，哎呦，这样看着像雪花冰，画满一个像。小薇的杯子蛋糕，好，杯子蛋糕，这是金元宝，金元宝，完全不知道怎么金啊，我们上一点金色啊，有金有金啊，金元宝，金的，而且这金元宝是铜做的，很锈掉的感觉，金元宝好亮啊。黑色画，不要黑色啦，黑鱼耶。好，那什么画呢？紫色，紫色，紫色，紫色。好，啊、哦，石木鱼，轻一点，要。我要翻车鱼，我要红鱼。所有的鱼都只有一个样子、啊。什么、啊？那是鱼吗？不是的。为什么？你小薇画画图，你在画鸟吗？这是鸟的头吧？哦，他想画那种金鱼哦。就是鱼啊，鱼哦，原来你是画大只的，因为你画小只的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！哇，哇，这鱼是庞克头呢，开玩笑，真的没有，这凯撒皇帝吧？为什么有鸟嘴、啊？罗马？对啊，为什么有鸟嘴啊？啊我刚以为要画鸟哎、欸，就是接吻鱼 ，OK？ 那接吻的另一个，接吻的地方在这里，我们伸出舌头。
小薇花后要老虎吗？又要来啊！翻不翻？虎年啊！今年是虎年，是不是？你换个虎，那个老虎尾巴代表就好了啦。对啊，老虎尾巴就可以了。老虎要什么颜色？老虎尾巴、哦，咖啡色。画在春联的下面好了。尾巴，要黑色的、那個。有点像猫的尾巴。老虎是猫，老虎就是大猫啊！对啊，所谓的猫王，是老虎。好了，老虎来这，我也解决了，大家都有了，好，可以开始签名了，吧？终于可以开始签名了。我不管它是浣熊还是豹，我觉得是一只蚯蚓。我觉得三样都没有画之前的卡片还蛮好看，蛮好看的是吗？再画的话没关系啦，就签了。要走极简风啊！极简风，刚应该走极简风的，可惜了，你知道。不要开始挂鞭炮上面，不要开始挂在上面，就是被炸了。不要开始喜欢炸，他喜欢被炸。你先。其实阿福，你已经签过名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再签？而且签了一个，你还签了三个。签了啦，我这边签三个啊，好了。对啊，你抽了三个啊，2.5个。哦，谢谢大家喽！在这里，我们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啦！